阿卡夏技能介绍：将兵发射枪以高射速发射增兵子弹，在停止射击后的一段时间内会自动技能。技能完毕后会加载一发伤害更高、战斗速度更快、且具有穿透性的强力射击。技能反击护盾，展开护盾，短时间内吸收正面受到的全部伤害。关于护盾时会发射能量波，吸收的伤害越高，能量波威力越强。合金盾突刺。 向前高速冲刺，撞击到敌方机甲时会触发麻痹，并造成大量伤害。跳跃进行一次普通的跳跃。阿卡夏实战技巧，作为经济分散功能和武装功能的机甲，阿卡夏不仅在地质勘探任务中表现出色，在战斗中也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强势。附着阿卡夏能量的硬质合金钻。 在强力冲刺时，不仅能轻易击穿敌机装甲，还拥有能够暂时麻痹敌方的神秘力量。可自动机械能量的钻兵发射枪拥有较高的射速和不俗的威力，蓄能后威力则更加惊人。由阿卡夏能量组成的蓄能反击护盾，可以吸收敌人发出的伤害，并将其化为反击的能量。前行如钻，贯穿天地，由神秘能源驱动的阿卡夏将会贯穿一切阻碍，直达胜利。